明末清初，大运河畔，一个流传了千年、围绕着佛光寺与五城宝藏的传说，又再次开始变得沸沸扬扬。只要有人能找齐纹身地图、寻宝诀和舍利光，便可以找到那个埋藏在地下、堪称富可敌国的神秘。只要于今年夏至之日到五城佛寺中寻得佛牙舍利，再从崔家骗出寻宝诀，那么那笔富可敌国的财富就是我们的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丁墨，进京赶考的书生。袁十三，跟你是不是很像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！怎么没有呢？难道我们又杀错人了？考上这个状元，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哎，啥秘密？哟，这是哟，藏宝图。严十三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臭丘八，可得给我斯文着点啊，多跟我学点文化，别让人认出你是个假丁墨。好一句战场开进是何年，刘伯温这首诗写得真好，没有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的人是写不出这种感觉的。觉得我大字不识呢？我忘了告诉你，我父亲生前是个举人。Thank you.
啊，这位姑娘，在下之前有礼，我想去城里的寺院劳烦姑娘给我指条路啊。你，哦，今天是雨佛节，你往那边走，顺着人群，行上一盏茶的功夫就到了。是啊，多谢姑娘。哟，我的小美人儿，哎，这小白脸是谁啊？看什么看啊？ 这个偶像剧的头牌美人梅玉莹也是你看的，不怕看瞎了你的罩子？问路的，路已经指给你了，还不快走？九爷，嗯，您这是干嘛去啊？咱们县太爷那个崔老儿，不是要比武招亲吗？哎，我去凑个热闹。 小姐一生一世幸福的大事啊，秀云。自古以来，英雄配美女。本官精心安排的比武招亲，岂是你这些下人能够明白的吗？啊，哼！谢谢。 谢谢，等我成亲到我家喝酒去。哎，崔老儿只有一个闺女，只要你用美男计搞定了她。谢谢，谢谢了。 人长得挺俊的。 别又是个豆沙包啊！呀！哎！哎！哎！
禀告老爷，您请。拜见父亲大人，拜见玄宏大师。他叫丁默，就是他刚刚在擂台上赢了马聪。哦，在下丁默，进京赶考路过此地，这厢有礼。啊，玄宏大师你好。公子，你很有佛缘呐。大师过奖。小人出身卑微，才疏学浅，哪敢欺佛？佛祖释迦牟尼。只是走出了城门，看到了生老病死，就出家了。人人皆可为佛。谢谢大师点悟。方丈，还没有找到京城。是。大师，可是寺中有事？崔居士，现在离我们武城开启宝藏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。哦，看来咱们武城真的是要越来越热闹了。丁公子，这就是我们武城最著名的寺院。蕊儿，爹，你来得真巧，我正在跟丁公子介绍说我们武城出过十几个状元的故事。蕊儿讲得对。十载的第一个状元就出在我们武城啊。哎呦，真巧啊。崔大人，你也上这儿逛逛。崔大人好。崔小姐好。公子好。不好，出事了。记了，爹，玄宏大师他什么味道啊？好臭啊！嗨，尸臭呗。刚刚过世，何来的尸臭啊？能借你银簪一用吗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玄宏大师是被人害死的。这怎么回事？是啊。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哼，什么什么意思？哼，哎呀，你们这帮眼都够拙的，就没看清楚丁公子这一跤怎么摔的吗？银子遇毒可就变黑呀、啊。你们看看，哎呀，看看黑的，看来毒性啊还不小呢。连九，你还有两下子。哎，崔大人，这过了四月初八浴佛节，马上就夏至了，也就是人们传说的60年一遇的佛牙舍利可能现世的时候。但在这时候，大师突然圆寂，要是没点故事。那才奇怪呢。崔大人好。静音呐，是你发现玄宏大师的尸体吗？是，在崔施主你们父女和这位公子一同走后，我便伺候师父一同去了大雄宝殿，跟着师父做了佛事，
这大家都是看到的。后来师父吩咐我先回来等着，我在门口等了约半个时辰，师父这才回来。这个我能作证，静音一直陪在我师兄左右。那么你们最近有没有发觉大师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或者还有点别的什么事情？师父好像还挺高兴的，然后连九爷和梅小姐就来了。哦，他们走后不久，因时近午时，我进来请师父吃饭，谁知啊，后天是我娘的八十大寿，我娘一辈子信佛，我来是想请玄宏大师给我找几个念经不偷懒的和尚，到那天给我娘念念增福增寿经。这不来的路上正好碰上梅玉莹小姐也来寺院祈福，所以我们就一块来了。九爷所言不错，这么说来你和梅姑娘是最后见的大师的人。他们不可能是凶手，玄宏大师不是个傻子，他不可能看着有人在自己的茶里放毒还满不在乎地喝下去，何况凶手自己也陪着玄宏大师喝茶，所以毒不可能放在茶水里。可是我派人已经检验过了，茶具无毒，可是茶水中却有毒啊。茶水中的毒是凶手后来才放进去的，那是凶手试图掩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想让我们的调查误入歧途。那你且说说看。哎，小子你行。静音，这寺中可有乱草丛生的荒凉去处？有啊，带我去。好，走。这里面确实蹊跷啊。嗯。哎，这小子看来还有两下子啊。这怎么了？我这还没使劲呢，你瞎叫唤什么？不是听说你们寺院还和少林寺切磋过武艺？哎，还各有输赢。切。施主，我们佛寺和少林寺切磋的是佛法。在这儿啊。啊，他怎么在这？禀大人，敬城死于昨夜，死因是因为他忽然受到了惊吓，从而引发了他本人的羊癫疯宿疾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小和尚竟然是被自己吓死的？不错。都说你们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也是这么胆小还能被吓死，切，不懂。崔大人，我想请教一下。嗯，请。从进院子开始我就闻到一股臭味，敢问这臭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公子不提我倒忘了，这敬城和尚死时下身近乎全裸，浑身啊都沾满了，我个人估计啊，他可能是昨夜内急的厉害，便从僧舍啊就近到这荒云中方便，结果呢不知遇到了什么，就给活活的吓死了。出家人一向清规戒律森严，能在三更半夜在佛寺中自由行动的人应该不多吧。圆寂的玄宏掌门本是出自律宗，所以论起我佛寺的规矩来，总的来说比其他的佛寺要大上三分呢。
所以除了玄红掌门、慧明师叔和几位当家人之外，我们一般都住在一起。说吧，你为什么杀死净城小和尚在先，毒死玄红大师在后？姓丁的，你别血口喷人啊你！你别以为你干的天衣无缝，你手上的伤，怀中的毒药，还有荒地上的脚印，都是你行凶的证据。按照我的推理，昨夜你偷偷摸摸在园中，不知道在寻找什么，正好你被内急到此处方便的靖城遇到，你吓死靖城本来纯属偶然，仓促之间你便决定把靖城的尸体藏起来，可是你太不小心了，你知道那片地上有多少你的脚印吗？而就在今天你准备转移尸体的时候，玄红大师却忽然一时兴起，又来到此处对着大佛发愿，而他又刚好发现了靖城的尸体，你见到如此情形难免十分的害怕，为了阻止玄红大师暴露靖城死亡的真相，你便用毒药调包了玄红大师每日饭前所需要服用的药物，同时为了怕有人怀疑玄红大师死于非命，洗刷你自己的嫌疑，所以你便在我们大家震惊于玄红大师死亡之时，不但偷偷拿走了你下毒的药包，又在茶水中投下毒药，你的手就是在向开水中下毒时烫伤的。是玄红大师每日早中晚需要服用三次的冷香丸。慧明师叔，难怪，难怪你今天中午曾借故查验师父的药囊，你果然是毒药。你怎么解释？你们怎么知道玄红今日来过院子里？切，你真够傻的，就是傻子也看得出来老和尚脚底下踩的那些屎和草叶子。哎，不过小子，你怎么会知道老和尚是个药罐子？你觉得我在离尸体这么近的地方，还闻不到他的一身药味吗？吃中药，一向讲究的不就是个子午二时空腹服药吗？那么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三更半夜到那里找什么呢？玄红老和尚为什么知道我吓死靖城之后不马上击发我，从而给我杀死他的时间呢？难道你发现了真正的伏牙舍利？答对了，别过来！刘老板，别过来！刘老板，别过来！刘老板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刘老板，慧明，你疯了！刘老板，给我准备一辆马车，100两银子，我出了城就放了这个女人。别动！100两银子，我就放了她，听见了吗？梅姑娘，梅姑娘，崔大人，别杀我，救我！我告诉你，佛牙舍利的地下落。崔大人，他告诉你佛牙舍利的下落了？哼，是。先生，快给他看看，他是受了惊吓的。
谢谢你们的大救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丁大哥好了，是他救的你。醒过来就好，好好调养就没事了。丁公子啊，这次你赢得了比武招亲，真是太好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赢得了蕊儿的芳心呐！啊，爹！哟，这孩子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没事。真废物。还不赶快带丁公子沐浴更衣啊！啊！是。还要从武城县令崔家人的口中套出寻宝诀。崔环，在。大人，给我盯着点这个姓丁的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记住，不要离他太近，当心被他发现。哼，这个姓丁的，哼，他在本府已经沐浴了暗香浮动。哼，我相信他。七日之内，是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，啊！道官人洗脸了。灌输些文武城的灵气，你这次进京赶考就一定能够中举。又大又甜的柿子，快来尝尝。来尝尝先。哎，柿子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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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。干嘛呀？看，奶奶的，老子还没有输光呢，你还抢钱呢？打！哎，别打了。你帮我都赢回来了，哼，想得美！我只会帮你赢回面子。情场失意赌场得意，我怎么玩了半天还输呢？哎，知道为什么吗？那都是因为你自作多情。看来他真是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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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风满风，谁让你来了？你输的就剩这身皮了，还来干嘛？去！我的压轴。我们赌场不欢迎你这兜里没钱的人。谁告诉你爷没钱了？啊？知道这是谁吗？我兄弟丁诺，有的是钱，而且他的钱就是我的钱。啊，兄弟，给他们这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抽抽咱们的钱。贵客呀，贵客来了，里面的兄弟们小心伺候了。九爷，怎么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瞎叫。量身量这费这么大劲，你小子是裁缝吗？您老晃。废话，不动那是死人。你这厮会说话吗？九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大人有大量。去，庄稼赢了。闲家一二三点小，庄家四五六点大，庄家赢。还玩？开！庄家赢。庄家太厉害了！庄家赢。哎呀，就是。通杀！哎，兄弟。你不是来替我翻本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背呀？我刚才热身而已，我现在才开始。这次我要跟你赌把大。好啊，开赌场我们最喜欢您这样的豪客。赌多大呀？我们这次比小，输了这个厂里的数目都是我的。口气不小啊。可以，我就和你比小。三个一，我看你怎么跟我比小。就算你和我一样小，我是庄家，我也一样赢你。这回算是输定三个一不是最小吗？我一无所有，那不是比你更小？对，赢了赢了赢了！哎呀，九爷，你看怎么办？干得漂亮！凉拌，好在我九爷的场子上耍三清子，我给点颜色看还行啊？是，去清清场子。拿家伙，给我揍这小子！好嘞！哎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哎呀，这小子莫不也是被宝藏来的？
赢了多少？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少了，怎么这么多呢？走，走，走，走了，走，快点走。九，怎么会是你？我不过是想跟这位小爷切磋一下武艺。我看你现在是急红了眼，狗急跳墙。哼，笑话！我连九在这五城内外是个什么身份？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啊？为这俩小钱，我犯得上吗？哼！哎，小子，要是来砸场子，你先掂量掂量。能接住我几把飞刀？九爷果然高手，丁默我今天认栽。把钱放下。不必，钱你们拿走，全都是九爷我送给你们的茶钱。要是拿我连九当朋友，后天是我老娘的八十大寿，你可以来磕个头啊！哎，都给九爷跪下！谢谢九爷！九爷你大富大贵呀！太棒了！刚才看到公子所为，没想到公子还是个忠义之士啊，真叫小女子钦佩。没有。我只是成全。成全？你成全谁啊？我。好了，我到家了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如果我爹看到我今天穿成这样，非骂死我不可。你要记住了哦，今天的事情是咱们俩之间的秘密，你要是敢说出去，人家可不饶你哦。嗯。这个木头。
九爷。这个老狐狸先动手了，想自己独吞的。上次佛寺之事还多亏了你呀。一切不过是纯属侥幸。纯属侥幸？我看未必吧。丁公子，你人没有在宫门当过差，可是按你的推理验尸追凶，你绝不比这帮老公差逊色呀。据我所知，这样的人只能是异种人。什么人啊？杀手，而且是一流的杀手。大人看我像个杀手吗？像，十分的像。凤求凰，雅乐呀！啊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嗯，武昌大捷就在这几日。啊，真的？这要遭大难？那咱们怎么办？去！说什么呢？去，别在这挡着老子做生意。走。什么武昌大捷？快起！一切的恩怨情仇就都抛在脑后了。哎，请九爷，你真是个大孝子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九爷啊，这花灯舞太好看了，花了大价钱吧？你让我家老太太高兴，这有什么呀？啊！请。娘，哎，这武城的玄饼，就好比是人间的蟠桃，孩儿我就用它给你老祝寿了。好，九儿祝老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老娘拜寿了。哎，快点！哎，娘，您看。哎呀，这个寿字啊，可太喜庆了。你还别说，这正合娘的心意呀。哎，这是谁送的？这可是费了一番心思啊。娘，您说咱们县城除了玉莹姑娘，谁有这么心灵手巧啊？是啊。哎呀，难怪呀，小九有那么多的媳妇，还惦记着玉莹这孩子。别说你了，我要是个男人啊，
也会喜欢玉莹这孩子的。娘，公子，丁公子。啊，梅姑娘。上次多谢救命之恩，还没有当面答谢过。哪里？那天的琴声真的很动听。让你见笑了。凤求凰。公子，你可曾在别处听过？丁墨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我的护身符。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把你赎出去。这是梅花，就是我。醒了。公子多年前是不是来过武城？对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我记得你的纹身。公子这次来是给我赎身的吗？望青天大老爷给我们连家做主啊！做主啊！请起，请起。连九，你也起来。崔大人，你要给连九的母亲报仇啊！我们给你磕头了，给我们报仇！给我们报仇啊，大老爷！不是我干的，看看这儿有没有。老爷，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我可以以死相见。我这儿也没有啊，去那边看看，快点。谅你也不敢。
公子有何烦心之事？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莫非还是为财而愁？没有啊。那你不是为宝藏而来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上次不是探过路吗？遇到了我，多了个红颜知己。对。你还说，如果找到了宝藏，就会带我一起远走高飞。公子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怎么会忘呢？我倒是探听到了一件事，据说寻宝口诀要从一个女人的口中说出才有效。哎，上面的图案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我手绣的梅花。真美。公子，我想有一句话要告诉你，你要办的事，心诚则灵。心诚则灵。如果再有了五成，崔家的寻宝诀。小姐，小姐，干什么呀？丁公子来了。身上怎么有女人之物啊？这个是我的传家之宝。哼，肯定是你和别的女人的定情之物。傻瓜，不是。哎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们还是不要对祖先不敬。
丁公子，请跟我走。崔大人，我们要去哪儿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是夏至，就是佛牙舍利现世的日子。六合宝光圣塔。就在这儿，给我挖。是。崔大人，你是怎么知道佛牙舍利会埋在这儿的？哎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。我和大师赌棋，赌的这十几年，赌的是什么呢？赌的就是寺院中佛牙舍利的埋藏位置。这个塔有600年了吗？整600年。根据塔尖的年代风化，塔的高度也会变化降低。我们应该修正塔影的落点。哦。应该在这儿。好，快到那边去吧。走，让我们进去。快点，快点，等等。四个守卫全被杀死了。哼，丁墨，好你个大贼，这人是你杀的，这宝是你盗的，现在是人赃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啊？嗯，哼，亏我当初还想把蕊儿许配给你，呸！你也配！你比我狠，给我杀！身上的纹身地图，姓丁的，我们崔家有个传世的秘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就是我们崔家的人，人人都可以做到故目而不忘。
你身上的纹身地图，还是留着自己在黄泉路上慢慢的看吧。啊！哎！追！你不用这样，今晚你做的事情其实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父亲的计划我一早就知道，其实我们两个人只不过都是他的棋子而已，我们比武招亲也只是为了把你引出来。你们只怪我自己陷得太深，我骗得了别人，可是我骗不了我自己。该说对不起的应该。马丁波，你跟我走。跟你走。西院发现盗贼丁木，追！对，到，在这儿呢。丁木，快走！蕊儿，在哪呢？这边没有，走那边看看。快，那边那边。蕊儿。我跑不动了。告诉你，偷走佛牙舍里的人其实是我。丁大哥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跟我在一起到底是因为爱我，还是因为想得到吴城宝藏的寻宝诀？
明白了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还会为我流眼泪。暗香浮动的味道判断，丁墨他人他肯定在这偶像剧之中啊！哎呀，九爷呀，现在人呢？我呢？你得给我九爷求求您啊！崔大人，听说令爱遇害了？是啊，都是丁墨那个贼寇所为啊！据我所查，你们家被炸的事，也是他所干。不能吧，我跟他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最近到底得罪了什么样的人，招来如此杀身之祸？啊，告辞了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知道，本公子发达了，一定不会忘了我。我就有希望了。
我会带你走的。玉莹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带你远走高飞。等着我。你还是赶快出城躲躲吧。帮我看看，指什么地方？小娘子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今天我就来尝尝鲜儿。哎呀，你给我出来！谁呀？这啊，我孬种，什么东西这么不经打？姑娘，你吓着了吧？别害怕，他已经被我制服了。这出来得小心呐，这外面乱。哎，丁墨，丁墨！我可找着你了，阿祖，你听我说，你杀了我的蕊儿，阿祖，你听我说。千真万确，我的蕊儿，多好的女孩啊，没有啦！啊，你在干嘛？躺好。如果我要是不擦干你身上暗香浮动的味儿，崔逸然还会随着这味儿找到你的。谁叫我那么喜欢蕊儿呢？暗香浮动。对，暗香浮动就是他崔家研制的一种追踪剂。一个人只要在暗香浮动的香汤里泡过澡，七天之内，他们家的人都可以跟着这味儿找到你。不过没事儿，我们马家有解药。啊，怪不得。那天崔逸然他让我洗澡，难怪那么快就找到我相聚。刚才要不是在最后一刻，我闻到你身上有暗香浮动的味儿，发现其中另有隐情而受了全禁的话，我想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马兄，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说吧。我是大明的大内密探。阿弥陀佛，兄弟啊，你说你们这大内密探也真是，你既然知道崔逸然他是个坏人，那就把他给抓起来，然后找个良辰吉日慢慢来挖宝啊。朝廷的事怎么能等呢？万一我们来晚了，崔逸然提前把宝藏挖走，然后把宝物贩卖给东瀛倭寇，那咱不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了？崔逸然这个老王八犊子，他居然还敢勾结那些东瀛倭寇！混蛋，
祖坟都冒了烟了。像咱们堂堂的热血男儿，安身立命于天地间，首先是一个忠子。哎，可我就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装成一个杀手呢？你听过毒行校尉吗？毒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先报了！哎，你笑什么？我笑我怎么没早看出来。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你崔丽然手中的一颗棋子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你派人让我转交给莲九母亲手中的寿礼，里面居然装满了煞药。我笑我竟然会相信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狗官。你会是真心实意的保护我？我竟然做了你们炸毁莲府的帮凶！放开我！这是翠环喝醉了，在我家留下的莲家的地形图。莲家就完了。连九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上，上！崔老儿，你往哪儿跑？快！
姓丁的小毛贼，你等着，我收拾完他，我再来收拾你。出招！你给我躲起来！小九啊，小九，这可是你最后一把飞刀了，下面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拼！刀能杀人吗？这一镖是替我兄弟扎的。丁公子，谢谢你帮我把我娘的仇报了，我连九就是进了地狱。也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孝子。玉英，翠蕊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妈咪妈咪慌，妈咪慌。口中说出来才有效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查锦衣卫千户袁石梦与满达侵犯宁锦之时，体察上意，身先士卒，请缨胶东，身负齐鲁，于五城之中背立艰辛，险死还生，忠肝义胆，成贪除恶，终寻得国之重宝，同脉百里。现升袁石梦为锦衣卫四品镇抚使，皇恩浩荡，雨露同沾，速速回京复命，钦此。玉莹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什么丁墨，我是大明的大内密探。谢谢你那么真诚的爱过我，我说过我会陪着你，我答应你，再也不多光见。乾隆三十年，乾隆皇帝下江南，路过武城，远远看到运河南岸佛光闪闪，祥云缭绕，情不自禁脱口而出：“好一个佛光祥和之地！”当即兴事，将石佛寺改为佛光寺。据传改名当日，寺中有个法号丁墨的高龄大法师安详地圆寂寺中。